不管，我要显卡，我要记录下你这个笨笨的画面。等一下，合作，然后选你的农场。有了，拉电了。那你可以进吗？不行啊！啊，我还要给你代码才可以，是不是？啊，加入没有？邀请代码要点哪？忘记了，好，有好紧张哦。选项，有了啦，不要吵干啦，嘛啦？我没有，哟，我不能。你叹气耶，我喝水。屁啦，哎，这才是叹气吧？啊，请问代码嘞？你丢在哪？我邀请了，我要我你要在哪？对，死定啊！哦，定了，定了。我想说，为什么我长出？长出什么胡子？对，长出那个海草，原来我手提着。哎，我很久没有玩了还嘞，三我们已经天，几天？三天。那天我们干嘛？我们也只有钓鱼跟下洞窟到第十层吧。还跟我一直抢那个，说要做稻草人没了啊！我还没有做稻草人哎，等一下啦，我还没有开好，我连待机室都还没有开，等一下好不好？你等你啊，等你啊！你还没开吧？我开了啊，你看我开了啊，我等你哦。嗨，各位嗨，应该还没有人嘿嘿，吧？没有人，没有人，没有我要人。吓死目你！前只有一个人，第一个观众，只有一个观众。哎呦！我先去帮你弄东西啊。早上7:20了。不要吵。我还没有，好，没事，对不起。哦，害我突然清醒了啦，白痴哦。哦。请问外面的你，你要收吼？那我不收喽。好。等一下哦，很饱。我要先开台。等一下，嗯，还要先跟观众聊天吗？应该不用，应该没人。等等我一下哈。啊，钓鱼，不理你。Hello，被马子拖来玩的啦，我受不了，跟马子睡觉，睡一下，回一下体力。要给我关麦吗？你在偷骂我？没有啊，就是我们前天就是因为他也在，然后在跟我讲心事的时候，就他问我说有什么游戏可以玩，我说玩《星露谷》，然后就很突然就是玩的《星露谷》，玩了大概4小时吧。然后就说哎，还要玩吗？就这几天因为烤肉吧，他也比较忙，所以就没有玩到。然后我就想说，啊，不然开台玩啊。这样，嗨，空源安安，我自然安，欧元爸爸安安，泡泡安安，301八安安，马同学安安，对，大概就是这样子。等下加过来，带锄头，有两只蚯蚓哦、喔。有蚯蚓，带锄头。啊，也应该跟呆鱼他们说，叫他们玩这款，因为这款有人数可以比较多，可以到四人，然后装 mod 可以更多人。
好的。悠悠安安，好。你等一下要来海边带锄头，忘了带。哦。的蚯蚓。好。12点了，糟糕。怎么那么多信？不知道，好像有些是重复的信哎、欸。说什么？一钓竿又有新上架，那个不是吗？没有，就是那个帽子。复活节，明天复活节哦、喔。哎、欸，已经可以收成了吗？还没。可以收啦，有些可以收啦。哦。啊！我把它打碎了。干！干！鼓掌。没看到啦！你怎么都没看到啦？打碎一个而已啦，鸟烂哎、欸，那多少钱？那多少钱？那多少钱？我给你啦。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不要一张双人床中间隔着一片。哎呦，你没有看到有个深有的钱？好啦，你为什么对我那么凶？你要不要中啊？要不要再中啊？你不是叫我带锄头吗？在海边。土地而已啊，我说要不要再种田而已啊。现在还没办法思考，我刚起床哎、欸。好、哦，那种。种。那、啊、那要買我去买，我去买，我去买，我去买。那、啊、不是要锄头？那、啊、你来海边啊你到底想怎样？来了。你到底是想怎样？想打嗝。哦打嗝而已哦、喔。哎、欸，子瑶爸要问你东西的，晚点再问你。早安，各位早安。嗨，东印，嗨，露西亚，嗨，露易香安。Hello， 小姐。哎，真的没想到已经一年了，玩这游戏。嗯，玩一年了。久没玩了。没有，就是上次玩是一年前的，一年多前。欸、真的很傻眼嘞，那个时候怎么玩的这么开心？嗯，现在玩游戏都好累哦、喔啊，现在玩游戏都觉得好累啊。对呀、啊，钓个鱼又被关进水，天哪！可恶，这个不能打人。你要吗？我们可以换麦块啊。不要。而且我没带钓竿，但是你还是我。那你顺便去买那个啦。我去买粽子。对啊。我要去捡那个。垃圾。对。你就不要拿这个垃圾的钱用哈。嗯。你就不要拿我的鱼的钱了哈。对不起。寄人篱下。我寄你篱下吧，我再寄你的屋檐下哎、欸，这是你的伺服器哎、欸。啊，你到底是要开伺服器了没有？对不起，忘记开了。哦，真的很麻烦、欸。27分的时候说，哎、欸，你不开伺服器，我不知道怎么进去啊。啊，对耶，快30分了哎、啊，我后面还没弄，我待机室还没好哎。你自己，哎呦，你这样啊。嗯，差点我们就改成30分开台。对啊，对啊，对啊，钢琴快2小时了。屁呀、啊。哎、欸，好像哎、欸，没有啦，没有啦，一小时，没有啦，哎、欸，好像是12点起床的。你12点起床，然后刚才敲我，你还能买吗？5点了、欸，他走了，哦不，买不到了今天。你。不止封面来不及做，伺服器来不及开，还来不及开，你连买个种子你也来不及买，你还会什么？我好失败哦！好啦，你好好爱我就好了，好不好？我不要，我不要啊！唯一做不到的事情，你觉得这是唯一吗？强人所难，你觉得这是唯一吗？唯一能做到的事情就是不爱你，什么都做不到。我什么都会，就是不会爱你。我可能不会爱你，你有看过吗？没有，我没有看过。哇，我以为你会看呢、欸，这种片，你知道这种片？理论上我会看啊，只是那时候没第四台啊。哦，
好吧。哎、欸，那个男主角叫博什么？什么什么博？陈博。哦，陈博仁。陈博仁是你。叫什么？大人哥。我叫什么？陈柏霖是他本名、啊。陈、哦、柏霖。啊，对对对对对，博。那个、大人哥。因为有个公车司机也就要跟他同名同姓，然后下面有人就留言说：“我可能不会载你。”好像有印象哎、欸。有啦。有印象哎、欸。报告没的。因为那个脸糟糕了，被抓包了，一定觉得该死的。是什么时间开台，害我不能跟？跟什么？我们今天要下矿吗？跟台？你现在要下矿？7:40了，大姐。说我们等。你还想被累死在外面吗？又要被偷300块、欸？等一下。等一下下矿是不是？喂。可以啊。完了，我今天体力超满的。去除啊，除地啊。啊，你浇水了没？今天你啊，你没有买种子。对呀。砍砍木头啊，砍砍石头啊。好的。对啊。受委屈。很委屈。我在教你如何经营一间农场、欸。人受尽委屈，找不到相爱的证据。无奈我和你吃不起海鲜。公在笑。你知道他吃不起海鲜吗？嗯嗯，吃我吃。我知道，可是感觉应该是有点被，就是在就是剧本啊，他们说是剧本啊，对呀。后来有看到有人就说是剧本，可是就觉得说啊啊，不要再玻璃心了，不要再骂了。对啊，就这样了。啊，还有啊，那些就是赚钱嘛，不寒碜。对嘛？啊，如果有我可以舔，门口也要舔，有没有干爹让门口舔舔？我要吃不起海鲜，在那边赚大钱，我就吃得起海鲜。其实那看了以前，其实小时候真的很少吃到、欸，就餐桌上基本上只有一条鱼而已，不拉，不太会有那些有的没的海鲜可以吃啊。确实，对呀、啊。姐姐啊，姐姐安安，完了，忘记回阿燕了，没有。有没有海派甜心是第一个，对吧？由外国人演的本土剧，欸、你有看到那个吗？我是没有看到那个，叫罗志祥跟那个、啊，跟那个杨丞琳，杨丞琳对，他两个不是演海派甜心，嗯，啊，我说这一部是第一个由外国人一起合演的本土剧，那超靠北的。完了，我们明天就沒、欸、我没有带镰刀。为什么要镰刀？不用镰刀，你用刀子也可以啊。是吗？我骗你干嘛？骗你今晚会跟我睡吗？然后多骗一点。无奈我啊，你不是还要做稻草人？你的稻草人嘞？阿啾，阿啾，你说我还没有。哎、欸，我跟中一等嘞。你一等啊，你那天结束前就一等，你说我们好，我们下次再来。是啊，是哦。木材、煤炭、纤维、木材、煤炭，困屁哦！体力那么好，是一个屁。谁啦？我啦。哦。怎么会凶我？平时的麻子不会凶人的啊。对啊，在骂自己啦，骂自己没用啊，废物啦。不要这样啦！先买那个嘛。无奈我和你。繁星哥回。什么繁星哥？跟你很熟吗？麻子妹。好讨厌！好讨厌！怎么你是不是讨厌我了？天哪，这个人一直在骚扰我哎！不了啦，不跳了啦，滴滴滴了啦！哎、欸，我的天、啊，快啦，又要扣300块了！哦哟，哦又要扣300块，要扣300块了！吵死了，我先睡了，睡啦！麻子已经倒下，你看到没有？显示麻子已经倒下了。
扛一下。看到没有？1300。嗯。您好棒。嗯。要更棒的。是。确实。我又不理观众哎、欸。怎么这样？玩这个真的好难跟观众讲话。可以啊，钓鱼就可以啦。你应该不行啊。哦，有嘴没关系，我已经被练成了，我已经几乎被练成了人体练成的地方、哦。你真的好烦。哦，你家找不出，这应该是 potato 了吧 ？potato 不是踩过了吗？请问你猜这个稻草人后脑勺有没有做过？耶、yeah, ，bingo！ 好无聊。好啦，走啦。你干嘛？嫌地板太干了？没有啊，去讲那个区。那你要现在去下矿，还是要先买作物？先买种子好了。那我先撒。你去钓鱼。我先浇花啊，你去买啊，这样一天很快就结束嘞。对啊，说提前浇花，你懂意思吗？麻子，好，我是谁？我刚老人。对，那没问题了，认知开始有误了，完了。他说那个节庆在布置中，待会再来。啊干！完了，麻子。跟我玩游戏就是如此，运气不好。啊，那个叫做就蛋节啦。他可以拿复活节彩蛋，我多人没有玩过哎、欸，完蛋了。复活节彩蛋不是可以一次找很多颗吗？对啊，就是好像很难达第一勇。啊，我有出攻略，你知道吗？真的假的？我有出攻略哦，拿11颗蛋哦。新入股大师。哎、欸，我以前早期真的是新入股的权威，我没体力，我刚浇了几次花，鬼缸啊！有被骂，我不管。我骂你了吗？我只是讲话比较大声。谁在谁浇水？走啦走啦走啦！哎呦，不管玩什么游戏，跟谁都会被骂、欸。谁骂你啊？很可怜。我有骂你吗？你误会我，哎、欸，我睡觉被你说你这么在睡觉，是谁骂谁啊？天哪、啊！你看草莓种子，你看哦、喔，我们现在刚刚是14号，我们现在种下去会来不及，只能长一两个，所以这草莓种子买的时候明年才能种。那买兔子，2000块哎，我有9000块，我们有9000块，你怎么知道？他们九千哎，真的哎，你不是很会玩？我阿五叔阿五叔，我是不是在钓鱼？买了。那你啊？装饰拔井，又新入股，已经一年没玩嘞。又什么又哪有又？怎么打不了他？哦，那个季节植物那些以前都是装饰，干嘛？哦，有了，放到包包里。嗯，你买几个草莓？你有买吗？我没有买啊，你不是说没有？你要买可以，是明年的春天才种，不是种在温室里面。因为那个过到夏天就烂掉了。你会做温室吗？温室是要那个解锁。哦，那应该还早吧。我们可以，你可以先买啦，买个，看你要买几个。10个。好。嗯，状况还好吗？还好啊，刚起床就被叫来玩。被凶啊，就被骂，好可怜、喔。就被骂啊！你猜我在哪？看，找不到哎、欸，怎么每个都好像你啊？新入股都10小时起，不会啦，今天可以翻吗？哎，今天不能翻到这种线。啊，嗯，找到我们再开始下一通啊。太累了吧？你已经路过我2次哎、欸，因为什么玩个新入股你在玩躲猫猫啊？没有啦。我在你看得到我的地方啊，我不会在树后面。
我看得到。嗯，刚才已经摸过两次了。滑动了哦，滑动了哦。好，你动。你是那个吗？你是这个黑人吗？你吗？哦，原来就是你哦！我刚刚想说，拍照用的啊。怎么有那个 NPC 站在这边？太可爱了吧，好可爱。你问他就开始干结任务了。我一样。你要拍照是不是？站在那边。你用走路打，对对对。这怎么拍？没有，就自己内建那个内建拍照啊。切。按那个，好可爱啊！那个也太可爱了吧！还手还叉腰叉在后面，问他村长、嗯，可是我找不到哎、欸，找不到什么？我找啊，我找啊。哦好，哇好爽，不行，我们再独挡啊。哦，小花安安，豆腐安安，卡哇伊，卡哇伊儿，我是阿杰，不对，我是阿玛，卡哇伊儿。糟糕，好像没有很多人在看这种干片，也不是干片，介绍美食的影片。繁星的眼睛是白的，对啊，啊，我那天用红色，有人说太恐怖了，用白色。这个人真的是很难瞧哎、欸！感谢小花师，感谢点阿里嘎多。哎、欸，怎么卡？怎么卡？哪里找得到蛋呢、啊？我会不会大略过啊？嗯。后面有，后面有，后面有。怎么过不去后面？这边有一颗可以点吗？为什么？怎么过不去？怎么过不去？我要点后面的蛋呢、啊。我都八颗了耶，大姐。怎么你都八颗了，那就过不去呀、啊？嗯，算了，不找了。哼，哼，哼。偷了我的蛋吗？什么东西？感谢杰云的什么剛已经逼了我一颗都没打到。你好烂哦！我有看到两个。看到跟拿到不一样啊！ Oh, no. 你看这些蛋蛋。你看这些蛋蛋。哦、oh. ，繁星。哇，好会找哦！什么奖品？好了，今天蛋蛋节就结束了，谢谢大家捧场啊！谢谢谢谢谢谢。繁星最多颗蛋蛋，没有就11颗蛋的路线啊，我有拍影片啊，你就搜寻繁星空白星露谷空白蛋节就有了，好不好？去搜寻，不然你现在去找，我贴给你，我贴给你，我贴给你。不要不要，我不要看。你现在分享画面给大家看，好不好？不来来来，这个这个这个。我不要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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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一天就没了，什么事都没做，一天就没了。对。求求天。啊，那个。做一点那个啦。那个温室在这啦。做点火把啦。哪里？哦，对吧？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可能要加入那个活动中心，或是揪甲的那个才行。哦，好的。我现在发现，在开始做东西时候啊，延迟。那这边也是啊，这边有个洞。啊哈啊哈，有我印象，有印象。那怎么进不去？要有石头，是不是？哦，在这里啊。嗯。嗯，你在哪？超黑的，好恐怖，好可怕！这是个恐怖片的，你这个，白巴掌。你看不恐怖吗？你是红色眼睛或黑或白色眼睛都很恐怖。我怎么进来你不在？好可怕！要玩女鬼桥吗？你玩过吗？我没有啊，但是身边很多人都玩过啊，都看差不多了。他们差不多，我以为你要玩。我没有要玩啊。
那张地图太大了，逛起来很累。哦。哎，陈安安，狗狗安安，肉脯安安，静安安 ，S L 跟安安，安，你的那个草莓种子间收起来了。好。兔怎么看？你去看一下配方，有个做菜的配方。为什么哪都不能放啊？嗯，东西。怎么把兔子拿掉？哦，有了。放哪都不给放哎、欸。可以放室外啊。这样就脏脏的啊。不能放地毯上。可以。强迫症，这里好了。你都种完嘞？我没种完，我只浇花而已啊。好的。我去买种子。你买了吗？还没啦，还没开啦。哦哦，我以为你要抢我的工作。换你来啊！我要走过去了，动作超慢。九点。哎，这个新入股被繁星玩的很像在工作哎、欸。不要啊，那不要买嘛，不要买种子。你还有帽子？给你啊，你要不要？他说周三。今礼拜几？哦，礼拜天。你是不是欠打？啊，别别别！啊，今天潘海莉生日哎、欸。金发妹子生日。我们还略过了村长跟弟弟的生日。我不在意啊，这两个，两妹子，你在意妹子？那要送什么？花。通常都是送一个叫做蛋黄酱，他们不讨厌也不喜欢。你翻过了、哦，给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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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嘿，好帅！我好帅。呀、yeah, ，你可是。看这个地上。嗯，要干嘛？好了，买了，快点买，买买买买，我要赶快出去，不要闭嘴闭嘴，买买菜买菜。买什么？防风草啊。我防风草，直接买个二十个。没问题。好了。好，那走走走走走。快快快，九点了，九点要下矿了，不要看报纸了。那这报纸要干嘛？没有、啊，就是拿去回收用的啊。哦，对，你盖杯子是不是？没有，因为它可以盖一个东西是回收用的。哎、欸，上面东西去捡。它有个东西是盖了之后可以就是废物回收。嗯，回收你，那就放你那。你中啊，你中啊！用完了，好快哦，二十个一下就没了。干，请问你的洒水壶呢？你还会什么？走了啦，走，不要浪费体力啦！走了，走了，走，洒水壶放，再见，锄头、稿子，走，出发。镰刀不用，不用啊。十二点了，十二点了，麻子快，麻子动起来。太胖了，不好动。不要动啊！等等，好喘。好喘，白金在哪？好喘呢、啊，怎么找不到啊？麻子快，我已经第五层了。啊，我往上走啊，你往上走了吗？我跑到野人区了。野人？乞丐区？野屁呀、啊！乞丐在右边看河。
我在他家啦。快下来啊！快到快到快到！十二点了，十二点二十分了。啊！不要吹啦！天哪！十楼啊！对啊。人呢、欸？你刚经过我很多次哎、欸。是的。我骗你干嘛？哦，我有武器了！哦，棒棒了！怎么移动东西呀、啊？没事。问一些会被骂的问题，没事。你很会敲欸，屁！我要叫你敲马，好吧？哦，那你很会打欸。嗯，那要叫什么？那你很……啊，是不是掰不出来了？哈哈哈哈哈哈！没有，我只想要十八禁的东西，算了，不行。来来来来来，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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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是早上的酒杂台、欸、啊！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事件？我们是不是要被中毒了？不是，这时候会有很多虫，很多怪生出来。我记得没错的话，好像有印象，那时候快死掉了。快死了吗？我说那时候玩的时候太多只了。Juicy， 然后这个矿车有免费的矿那个碳可以磨。哎，看，吧，往下，烦死，烦不烦？玩在这儿。欸、免费的火把、哦、你看不到拿怎么拿敲啊敲他敲他拿稿子敲啊哦天黑了都不知道这边原来还有知道什么？之前都不知道这个还可以除片。除片？除地。哦，这边可以除到萝卜啊，三栋萝卜。那时候就是肚子饿都在那边吃，拿吃好了。那是什么？给那个博物馆的。你体力太多、哦。啊，对。你走啦。至少就是碳十五成为一。哦。这样才不会亏。好的。可以有了。倒一下看魔方。没空。吃了吗？嗯，吃什么？刚死掉了吗？死啦。好喂，有炸弹了，妈子来！不要樱桃炸弹！哎呀！哎呀！快洗了！棒！怎么了？有东西吗？在扣血，不是我吧？在发呆耶，我啦，我在发呆耶。好吃，好吃，哎呀，好吃。
哎呀！打不安安，要下去吗？哇！啊，有有有！嗯，十五了。你要探吗？好。哎呦！努努。哎呀，好恶哦、喔！快打掉它，宝宝！快打掉它！他们会爆炸吗？它就会变那个啊、的虫。完了。哦。的虫是什么？讲你就懂了啊！的虫没有，是它出现在眼前变种了才啊，原来啊，原来啊，它叫啊哦啊哦啊哦啊啊虫哦！哎，是宝石，宝石，冲啊啊！八八八，紫色，呜呼呼，好赞！好，走楼梯。M R N， 糟糕，都超晚才打招呼的。抱歉了，抱歉了，这款。我花走哇哇。哇，两只哎，两只哎，你很猛哎、欸，你很猛哎、欸。对的吧。快找，快找，快找！九点了，九点了。这里。走走，帮你下去，你下去。六层来得及吗？那优先就直接找了吧。好。这里，这里，这里，这里。哦哦哦麻子，麻子快，快，麻子十点了，麻子。麻子，嗯的虫，快点打他。嗯的虫。啊！等不到。任务日志更新。哦，你要打史莱姆？哦，原来哦，你已经加入了。对啊。我才没有。男童俱乐部。有男童。麻子这，麻子这。麻子，我下去了，麻子，我下去了，我先到第一等你了。你在哪？上面，我回家，回家。好好好。麻子快、欸、来了，来到这边，来来来来来，冲、啊！我进了，我进六十层了。好好好，赶快回家，赶快回家，赶快回家。耶、yeah, ，拿到剑了，回家。X N， 啊，我的光遇没解到任务，我要气死。那你要先去解吗？没有三点了，他十一点到刚刚。你还催我玩游戏？不是，他任务还不了，我任务解完了。哦，哦，欸，我气死是气死这一点。去哪里？哦，就那就投诉啊！一大堆人在反应了啊！要赔东西？嗯，很难赔，因为不确定说有谁解，有谁没解。就统一给啊。可是。就是有些人有解过就赚到啊、哦，不行啊，我们这样子没差，我小气啊，我处女座、欸，处女座还没说小气哦，哎，怎样啦？你择偶条件不能小气是不是？这是择偶条件。哇，没赚。Yes。看那么快哦、喔！你看就好了。每个都没有没有没有，有些是配方，配方要自己看。哦。要留一半给你啊。不用了，你太快了。哇，那我们怎么有这么快的男人呢、啊？春天种下，熟成八个。
东西。哎、欸，所以光玉刚刚到底有没有成功可以还任务啊？我把这放里面。乱放，现在完全没办法动脑思考。嗯。不要逼我，我去看一下。家里买的，你们知道那种就是喝醋的那种包装吗？哎、欸，就像瓶、那個、口很大的那个吗？不是，就是小的，然后它就是铝箔包，它是那种像旺旺菊若那种的醋饮料。嗯，然后它是苹果汁，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喝一口就没了。就是买一个一口苹果汁干嘛？要是不是要那个啦？那个？夏天了吗？还有13天。哦。哎，好烂，好烂！没还到任务，早知道先还任务。抱歉哦。不是啦，因为我昨天解完任务，想说今天再来还，结果变成这样。不要为了游戏叹气啊！那是要钱的东西啊！哎，真的钱吗？主要你，他那个就是你可以用台币去买，还可以靠干一点去用。嗯，懂了吗？啊，走下矿、哦、下矿。繁星声音有点小，可是我耳朵都要爆开嘞。不是你的那个 OBS 会不会调太小声？是这个意思吗？我没有啊， OBS 它直接是满的、欸。你知道我轻轻打嗝的声音，他说吓死了，他说打嗝超大声，我说怎么可能？我就只是喝个水，然后打个水嗝而已，叫一下而已。他说哎、欸，超大声，不要吓我。真的很大声、啊，我要下地道了，不理你了。哦、oh.。中午了，中午了，麻子。哎呦，我来不及浇水。压力，不要压力很大哎。有没压在你身上？你洗内烤，你洗内烤。好吧。得力把色。是讨厌我？还好啦。你是不是喜欢？对对对对对，可以吗？是，别再问了，同样的问题哦，没过。你过去捡，过去捡，你过去捡，你过去捡，过去捡，有吗？有啊，当然有，才叫你过来捡啊。你要先去那个工会，你去看一下。好。两点才开，啊，那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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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算了算了，下地道喽。叮，刚刚都没有人反应你声音很小。没事啊，他们根本想说奇怪，原来你有在跟人家联动，这边也可以钓鱼，你知道吗？我们没有，我们没有洗。哦，我没有饮料。不是啊，我没有饮料。钓鱼哦。对啊。欸、这里的麻子麻子，预备，一二三。我剑没带吗？哦，对对对，对不起。很吵。来了，来了，快跑！我走不下去。欸
咬麻子，咬麻子。什么叫咬死我？怎么有这种人呢、啊？有找到吗？哦、有啊。哦、我有圣安安。有那种不用把石头打掉也会有的洞吗？有啊，就是我们一下去就会有的。对啊。哦。他没体了。还没遇到哎、欸，对啊，那个带吃的吗？好，海草。好。哎、欸，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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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边，靠右边。怎么了？这边有楼梯哦。好。有螃蟹。嗯。右边有箱子，你可以先。哎呦！开始喽。好。好。25楼。一个人绝对不敢打那么远，一下就数掉了。有洞哦，要下来吗？来了来了来了！我在26了。这里哦，左上左上，上麦不能看，不能开声音，还看台，好好笑，只能疯狂的扭头。他只能读你 V 皮的唇语。好，麻子一直在想我，他说我爱你之类的，好烦好烦。没有，没事。哎、欸，这里习惯了。嗯，习惯了。一直在那边吵。对。你呀、啊，我说好烦，就你怎么能叫我吗？啊！哎、欸，就是好烦，好烦，我干嘛一直叫我？嗯，来咬你啊！咬死你！啊！我一定要，我一定要，我一定要，我一定要他咬你。烦死！咬到了我，对啊，是快死。死了啦！还没啦，好鸡哟、喔！点炸！矮人卷轴哎，怎么办？这里好像很大哎、欸。嗯，有我大吗？哎呦！哎呦！干嘛被咬到？没有。听到有点烦，关你们管下好不好？你们那边很乱。听到有点烦，是什么意思啊？你听得很开心呢、欸。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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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体力了。干嘛？干嘛？你很烦呢、欸。只剩一点点能量。猛吃海草、欸，哎，人吃海草。而且等一下繁星就要睡觉了。哇，妈妈，我终于下班了，可以看台咯。好了，我关台咯。讨人厌的要死。
繁星是不是被他的管理员ban掉了？没有啊，我在想说，你说等一下要睡觉的意思是几点？问你啊。我来了，我来了，我带人来找你了。你下去了？对啊。我来了，还想甩掉我、啊？没有啊，少吧。你干嘛啦？怎么比麻烦还要烦呢、啊？我是麻肥中最软的那一块。你是说自己？嗯。那我会硬起来，你小心一点哦、喔。最旁边。哦，来了来了来了。三十层的，没有宝箱。晚上了，9:50了。那回吗？你要继续也可以啊。又要媒体了，回。对啊，那就回啊。你怎么那么敢？是。嗯、哦。不是有图还不知道在跟法西联动，真的假的？等一下，我 fit 一下。不用啦，你就说马匪就好了啦。不行，上锁了，时间到10:00，哇，哭了。猎人公会到10:00。没关系，习惯了。嗯。不用 fate， 不用 fate 烦死人。对对对对对。fate 好烦，好烦。太烦了吧。哦，对，还要做熔炉哎。优格还没吃呢。没关系，你要不要先回到家再吃？干嘛笑我？谢谢关心。没有，每次都是想到什么马上就做，然后就会把游戏放在不管。玩麦块的时候也是，就没注意，就放着。然后就觉得自己被骂、被凶、被抢，好可怜。对呀、啊，不是说休闲游戏吗？你们玩的好像在部队演习一样哎、欸。虫肉，啊、给你，好像还要，好像还要再做箱子、欸。当然啦、啊，肯定的吧。现在做一下。肯定要做的吧，吃个优格，肯定要做。好会哦，哇，养鸡了哎，采矿，楼梯，制造楼梯能干嘛？就直接下楼啊，马上下楼。哦，不用找，不过那会花那个花石头，那是大后期，直接用钱买石头，然后用石头盖楼梯。可是你不是说只有100层吗？哪里100层？120层啊，没有那个东西是要去另外一张地图用的。你刚不是你不是看到那个公车吗？嗯，它会开在那个开去荒郊野外，开去沙漠。嗯，然后沙漠那边就可以无敌超级无敌低沉啊！明天下雨，太好了。我今天走霉运呢，有农夫的气恼，我也要走霉运了，干要跟你走在一起。好啊。不小心怀孕怎么办？说不定，怎么这样说呢？说不定对人家来说怀孕是一件大喜事。那对你来说呢？当然不是啊，对不对？超麻烦的，肯定对。你们男生都会说什么？快吃药，吃药伤身。你们是多了解啦？什么东西？吃什么药？就每次就是男，然后遇到的男生都会说什么吃药伤身，不是对我说，不是对我说，就是他们都会讲说什么吃药伤身，想说你们很懂哦，好像很了解一样，就是有分次，事前事后，对啊，啊跟繁星开台压力好大，繁星怎么懂得比我还要多？不是，等一下，管理员会不会觉得，看，就是这个王八蛋，带坏我们家繁星，明明就是他在搞人，我哪有搞过你呀、啊？每天都在那边搞人，讲什么？说啥呢？嗯，你这想放哪？这是什么？熔炉啊！
不然你要什么时候订到那些矿？就放旁边，对啊，放那边就好。你不要做木，你不要做那个。好的。50个耶，木头。色好了，景色太暗。嗯，暗不然就是看你要对应什么。对啊，之前会对应，现在就好麻烦。你在说我吗？你又怎么了？你又在叫我了？妈，好吗？有你又有我，哇！我就知道了，我就知道。安心的管理员，管一下。安心的管理员救我，老去救我。他现在不在啦，可恶！还有扳手的，嗯，哦，就只有你了，哎，我救不了我自己，我好没用，我连自己都救不了。今天要干嘛？那你要干嘛？干嘛是不是？好，我要选择，所以你要选择那个吗？九甲吗？那个超商的。只要给钱就好了，对，当坏人只要给钱就好了。嗯，我们要当当看坏人吗？既然有繁星，那肯定我们是坏人的。坏人比较轻松啊，真的啊，你只要给钱就好了。好，好，不然我们当好人好不好？当好人，来来来来来，我们开始收集鱼啊，收集水果，要不要？玩那么累干嘛？好啦，轻松一点当坏人、啊。好啦，轻松一点啊，跟铁巨人塔一样，杀人杀了他就有铜，就有铁锭了，就可以轻松了。哎呦，你很懂哎、欸。因为有人引到伺服器里面第一个建筑就是弄那个东西。那一定的啊，因为后面很多机关要的就是铁啊。可是你知道我们超多都是新手的，一看到就他怎么那么残忍，可是我们都用铁用得很爽。对啊对啊对啊，就怎么会这么残忍，怎么做这么残忍的事情。哎，好好玩，真香。你今天在钓鱼吗？我又没带钓竿了，我去采珊瑚就好了。我要当一个悠闲的农夫。好，你们压力太大。羊驼刚起床吗？曾经追不到的男人，艾利欧特。啊，不然这一次让你追到他，要不要？不要。我这次要换亚历克斯，善变。历经一年，已经。妈的，这女人。不想要老男人了，来点年轻的也不错。你都踩过了，是不是？是。可恶。要你何用？对呀、啊，又去拿钓竿。啊！啊哈哈！啊是，那你去下矿，你去挖矿。不要。那你去挖矿。没有，我们后面需要铜锭了。你后面的稿子水壶要升级的话要铜锭。我翻热色桶好了。你有没有听我讲话？你有在听我讲话？不好意思。要铜锭呐，要铜锭呐。嗯。我今天要悠闲的逛，采集。好。我有捡到东西哦，我不是在耍废哦。说好啊。好啊。哎、欸，这女人上次生日过了，海莉。哦，她感觉挺很性感呢。她是大奶妹啊。奶子哦。奶子哦，奶妹哦，奶叔，哎，我钻石了哎，奶妹，你有钻石，你凭什么钻石？钓鱼的啊，哦，钓鱼还可以钓到钻石啊，啊，你我不就第一天钓鱼钓到一矿吗？跟你讲说紫色的矿，嗯，对吧、啊？那大后期的矿啊，
注意随定啊。嗯哼。嗯哼，嗯哼，那很很爽啊！以后大家退休就当渔夫好了，都还有个有机会钓到一些值钱的东西。嗯，钓个男人艾利克斯之类的，那也太难了吧？已经不已经往生了吗？已经往生之后的吗？嗯哼。我的小迷路的，叫往生啊！你还有很多时间好吗？你还有十个小时，可以在外面浪。欸、这里不是乞丐的家吗？哦、是是是。你要不要那个工会？嗯。报名猎人吗？可以当猎人吗？可以当美食猎人吗？可以啊。你是看哪个？你是看那个吗？有四天王的美食猎人吗？嗯，哦，这其实只有看一点点而已。我一开始很排斥，可是发现看了人家解说之后，反正好像可以追。我也是看。嗯？嗯什么？一千只史莱姆，然后地动昆虫125只，对吧、啊？决定虫30，对吧、啊？我都靠你的来。不是不是，那个好像个人的。你现在史莱姆几只、哎？我想说，我12只。这样就绝对不可能是我打的。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都靠你了，这个要怎么解啊？没差，可是解一些武器而已。哦。对啊，不常下矿，后面又打怪，解那个没有用啊。哦，好吧。看到。谢谢晚安。谢谢万阳安，同一个人吗？宝宝，嘿，有个叮当鹅，他在干嘛？他在抽烟吗？哦，他吹笛。我想说，记得他是小朋友。小朋友不能抽烟吗？啊，原来在农场。小朋友可以抽烟哦，好好，我也要去搬家。可以啊，乐死你，累死你。一天啊！救命，百姓，快带我回家！农场一点不酷，农场一点不酷。农恩相信我，晚上他们都只会打炮而已，他们9点之后就散会去打炮。不是说发车的是谁？这是真的啊！他们晚上没事做就只会打炮。让这个你跑跑，让一个你跑跑。你干嘛继续笑？跑！哈哈哈！好久不见，安安。不是啊，你没听过吗？那啪啪啪。对啊，怎么是你唱的好像不是很一样？你好像唱错 key 了呢。我就是用肥宅音在那里啪啪呀。你不要用你的双层肚脐互相拍手。烦死了！干嘛叫我？对不起，等一下电梯。没有，没事。这里有个紫星，你那里是繁星，不一样。啊，最近在干嘛呀？好久不见哎、欸。最近在干嘛呀？我是说你呀、啊，烦死了，不能开口讲话。又是我，又是我。闭嘴，白菜。那、今天很悠闲，太好了，跟分析分开。对啊。分开玩就是爽。那你就是自己等一下一个人啊。就是。我离不开这个这大片的水池了、啊。那你就住那、啊。好啊。好，哎、欸，有剧情，他要捡垃圾桶被发现，是不是？你说乞丐？对啊，剧情啊，被抓包。你可以陪他，让他觉得让他觉得你跟他是一伙的、啊，他就跟你培养那个好感度，然后才会带你回帐篷啪啪。好烦，真的吗？不会吧？你说骗人？你是说啪啪的部分？当然不是啊，这是合家游戏耶。可是不是听说这个游戏就是关系很复杂吗？那是到后面啊。
真的、喔？真的啦。你干嘛？好可怜哦、喔，好可怜哦、喔。那时候我很喜欢莱纳斯，我就觉得他好可怜。乞丐啊，对啊，我觉得很可怜啊。哎，今天真的是一个人在，啊，无家可归，没依没靠的。这样讲很难过哎，对不对吗？你觉得我做这些有什么问题吗？虽然没有，但你应该找一份工作，不能当寄生虫。听起来好像很坏耶。可是我很喜欢当寄生虫耶。我要说，我要选什么嘞？选项有什么差吗？有啊，就是会影响那个彼此好感度。你帮乞丐说话，就是乞丐好感度增加。嗯，哦，我没有这种东西。好吧。哦，很晚了，很晚了，十二点了，警察要抓人了，快点，我要死在外面了，麻子。好。没有，我在剧情。我还在海滩。嗯，那你玩了？我玩了吗？我已经快到家了。哦。他不偷乔治的。垃圾桶，但是他偷别人的垃圾桶。等等，眼睛发抖。嗯，可怜哎、欸，可耻，怎么这样子？哦，好善良啊！西葫芦炸团子。感觉很好吃。西葫芦是什么东西啊？好好哦，这个酒吧老板太好了吧？对啊。那是因为这个小镇都不太需要，不太需要什么那个吧？不太需要很多钱，就是大家都是花，就是有点，其实有点就是你花我的，我花你的感觉。金钱流通就在这边而已、啊。对啊，所以其实好像感觉也没差。哎、欸，我没睡到吗？你有睡到吗？有。没有。你没有。结瓜哦。为什么你会知道西葫芦结瓜？哎、欸，我们的保罗，我们的吗？对，我们的。哇！你在干嘛？我掉兔。重播。下雨就不用那个嘞，太爽了。嗯，我们就有更多时间可以干嘛？麻子，啊，救我！救我！你怎么？子欣救我！繁星一直想上我，子欣救我！爸爸救我！救我！他一直想要我上他，救我！他一直想要干我，他一直想要我干他，救我！你有发现我的观众变很少吗？会变少了，就是他一直想要干我。那不是要挑手拍手叫好？没有，只是因为我过气而已。也是过气找过气的啊，负负得负。我们不是得、欸、真的，你们不要哎、欸，你不要把你的过气氛围传给我。哇，那我们用沉的，不用加的好不好？不要。负负会得正，那我们沉的。一个好久不见，我呀，好久不见，最近怎么样？怎么大家都这么久不见？嗯，对。就是买观众，买吗啡，感觉好像他们都买的哦。买是英文。哦，买不是动词吗？这个天气让我觉得很干渴，好怪、啊，不能聊天。它是干渴，不是饥渴。
是下雨哎、欸。对啊，下雨然后很干渴。但你不要给我在搬垃圾桶，我以为我鱼上钩了，白痴哦、喔，怎么会不知道？你偷看人家？谁偷看你啊？哦、oh, ，那你为啥看我？明明这么远，你听得到声音啊？你信不信？哦、oh. ，不要动我的潘尼，这是我的底线。完蛋了你！怎样？你动到我的底线了。屁事翻死了！不是王心凌跟豆花妹，安妮是我第二个第三个底线。你都翻人家垃圾桶？我没有啊。你翻到了。我翻到什么？其实好想翻，可是他现在在这里避雨。你们看一下，我们解锁了什么东西？你好会捐哦！你好会捐哦！啊、你翻啊！我帮你聊天，你翻啊！不是，我真的聊天了。他，你看他也是听到耳朵了，对不对？耳朵听到了。哎呦，被发现了挖垃圾桶的吗？不是，是因为他叫我，就是那个服务馆员工说的啦，说要我看一下的，不是啦，听我解释，美女，美女是你叫的吗？叫大嫂，干什么？你现在要干什么了？哦，黑人老水手，一直那时候一直也没解到他给我护身符，好像有解到吗？还是没有？护身符，他一直说我还不需要。嗯，对啊。恐龙蛋，哇，什么钓鱼钓到的吗？对啊，这只能靠钓鱼钓到。我就说过那天就是要孵的啊。我那天会出现神奇宝贝，会出现只恐龙。哦，所以我们会养它吗？要先有小鸡的那个农舍，所以我那时候有这个会先不捐啊，没有都不能，垃圾桶都不给翻了。我翻过了、啊，太可恶了！我才翻两个而已、欸，这真的很爽哎、欸！如果在这农场随便摸一下果实就可以填饱肚子。那首先你要认识那些果实有没有毒啊？好像也是。不然你被一个叫繁星的抓去怎么了？怎么办？那就不要怎么了。哦，那要小心哎、欸。哦，我会的。被抓去当债主夫人就完蛋了。压债夫人。哦。哪来看到的？古装剧看很多哎、欸。会看很多吗？看很多还会念错？哦，好像也是，嗯，那是不就是好像是我看很多的感觉吗？哦，你还可以纠正我。没有啦，我只是觉得酸打很多而已啦。哎、欸，对啊，那时候你有看到我拍的那个烤乳猪吗？有啊，看。我不是还跟你讲说那个是不是就一个集装箱？不集装箱？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好扯哦，根本就不记得我讲过什么话。因为我传给太多人炫耀了。是啦。哎，超好吃的，那很好吃。你们那个是炸的吗？脆哦，哦不是哎、欸，它就是烤的。烤的很脆。我前面怎么去那个，就是去那种屠宰场去挑好之后，他们当天就杀掉，然后腌制，隔天烤完之后他再带走。哦，哎、欸、啊，我没有、啊，因为我们那时候吃的是直接线上就订，就是小烤乳猪。嗯嗯，是这一种。哦，他是去有去现场挑他想要的。完了。对，因为他还有其他家人要吃，所以他就买两只。等一下，他昨天还是活的。欸可是很好吃哎、欸！可是这个，那我也是猪，那就没关系了。啊，这样我会不太敢吃哎、欸，不太敢吃什么？那只烤乳猪啊！你说你知道它还是活的吗？对，它可能还没死透，它可能还是烤熟了，感觉得到它还会有点痛。它在烤盘上还很热，它们洗掉才会烤，好不好？没有，就是脑袋啊，脑袋可能他的痛觉那些其实还在啊。就是不要想那么多，好不好？太恐怖了。
啊，这就跟人家有人说火化的意思一样啊。其实火化搞不好那个人死之后不能动，没错，但是他可能还是听得到，有感觉之类的。应该是没有啦。没有在分析嘛，有人讲的啦。那也太恐怖，但是他死去，他死一次很。然后就是可能入关之后，可能那个死者心里会很难过之类的。那应该会托梦之类的吗？我不知道。我怕。那不然我去死，然后我托梦看看有没有。你这七天如果找不到我的话，那就托梦是假的，都是人吓自己用的。对对，因为太思念一个人，所以才会导致有托梦的现象发生。哦，意思就是我没有，你在失说，你根本就没，对吧？怎么失什么？失我啊？失念我？哦，你刚刚说失什么？你要不要今天再买种子去种啊？反正下雨。现在已经45分了，哥，你赶快，50分了，5点了啦！你好烂，什么？啊！啊，好好好，您真有趣，好幽默。啊，你都把我的海带吃光了。我有混合种子，嗯，我有混合种子，有混合种子。然后嘞，动动动。木好像也不太够。啊、它长大有长这么慢吗？谁？树啊，树怎样？有啊，长蛮慢的啊。可是有时候你在地上会看到一些已经种好的树，让它自己长。嗯，对啊，你去远一点地方看。好听。就直接把树干拿走。反哲要上班吗？反哲已经辞职了，对不对？哎、欸，我们怎样？我们如果要砍掉那个树桩，大的树桩的话，用到金镐，金斧头，就身、那個、要铜斧头再升上去的一个斧头才行。可是我们现在连铜斧头都没有。对啊，所以我们要开始去下矿啊。哦、oh, ，所以这个大的树干会长出很大的树吗？不，它就不会长。你可以看一下那个你的箱子有一个是叫红色叫硬木吧还是什么，就是可以得到那个啊你会问我说为什么你可以先拿到啊我在地那个地洞里面拿到哦，好的，你要觉得在骗你，没有啊有听有啊那时候你有说有拿到东西啊，你就骗我啊，我刚起床。我根本就没讲过我拿到那个东西，好不好？有，你没有说拿到什么，但你有说你有拿到装备。我没有说我拿到装备。有装备耶，装备耶。有啊，你就说你有拿到的东西，武器啊。没有啊。有啦，看回档。没有，那个武器是打怪掉的。哦，那、啊、你不是说掉了？那、啊、你不是说掉什么？啊，我没有说掉那个东西，我说。那你去掉的是什麼？我在钓鳗鱼。B B。几龟哦！哎、欸，我要帮你装饰你的水族箱哎、欸，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装饰，怪。对啊，好像没办法放啊，我非常疲惫。你干嘛去了？我去干活去。没叫你躺着干好吗？啊？你跟谁？艾利克斯吗？嘿、欸，不告诉你。铸装铁斧就可以砍，那我刚刚讲了，就是铜斧头再上去一阶啊。刚下课，上什么课？你问很多哎、欸。对啊，哥，什么啦？我们就是大家关系很好，就是要一直问啊。你会不知道你的朋友做什么的吗？不会吗？会哇。那请问你今天穿？我看一下，灰色的。好，你请问你是看哪个位置？内裤啊！哎、欸，我被猫挡住！哎、欸欸、借我睡一下，猫咪！哎、欸，怎么办？猫咪挡住我们的床。你可以把床搬走啊！哦，干，猫最大哎、欸！把它剁了。
明烟一烟，明天拿来烤。猫最大哎、欸！我们竟然要为了让猫睡觉搬床？不，搬家了，搬家了，搬家了！你去睡我房间。这样怎么睡我房间？我们没有啊，就是躺在一起的。不是啊，你可以睡我的房间啊，左边有个房子，好吧？那边是仓库。哦。那个其实是我家，我可以回那边睡，但是我没有，我睡在你，都睡在你那边。哦，哎、欸，好，真的，很黑。怎么那么小间？难怪不睡。哦，你才知道了吧？有大间有麻子味道的房间不睡，睡那边干嘛？其实听起来有点恶，虽然我很干净。我想算我可以。哈。而且这水族馆还会发光哎、欸，这水族馆水族箱，没有到水族馆那么大。啊，伸懒腰。对啊，干活干得很辛苦哎、欸。哎、欸，啊，你不是？那你为什么？哦，我这个私讯你好了。嗯。这讲出来不太好。为什么？啊，怎么会是？哦，尤其会是欲言又止，你们一定很好奇啊，吊你们胃口，想知道吗？明天下午同一时间继续观看到。没关系，现在没有观众，你可以。啊，你那边有观众？不是啊，你那边也是有老观众吧？讲一讲，一传对，你看十个人，一传十，十传百，明天就有一百人知道了。没有一百人会看我的台。有啦不会啦，安壮。我是你吗？你问呢？吸我，直接公开在所有人面前说，哎、欸，我们只会私讯哦，我们开台就是要讲小秘密哦，但没有人给我们、哦。你再给我出去，带我一杯细牙哦，你真的不能放。真的。水族箱花了2000块，不知道要干嘛。对啊。对啊。你要不要来？我来了。我来了，等等我，我来了，躺在正中间就好像，不是都会穿？没有啊，有时候会穿，有时候不会穿。哦，可是大部分东西都没穿，很麻烦。哎，有汉堡哎、欸，哇，那你很努力在耕作哎、欸。你解锁到汉堡了，什么意思？因为救生汉堡，汉堡应该是砍木头或耕地才会拿到的、啊。我砍很多木，又要走霉运了。你怎么把电视收起来？我的天！你这个人，不给你看呐、啊，还想看？谁挡住我？德米啊，这是谁的老公？哎、欸，被拔光了啦！看都你啦，都你啦！我喜欢蘑菇还蝙蝠。哦，蝙蝠的话，它会那个采水果回来洞窟里面。啊，蘑菇的话是固定会在里面，好像有6个蘑菇地吧？在哪里会有？洞窟里呀、啊。那所以我们要哪？我觉得蘑菇比较好啦，因为水果的话其实都采得到，蘑菇比较难获。我之前玩是选水果。可是我选蘑菇了，我就觉得很烂，很烂。嗯，水果很烂的、啊。哦，水果很烂。嗯。干，这船明明就一样大、啊。我们房间里面就一样大，白痴哦、喔。对啊，但是外面比较小啊。啊，五脏那个俱全呢？有没有？麻雀虽小，想玩呢、啊，对不对？想玩呢、啊。五脏小次郎啊，我不能在你的房间里面放我的床哦、喔，懒。为什么？他讲的啊。懒。懒，哎，怎么会有人在玩？我不知道是谁玩那么久啊。啊，真的。要养鱼需要在外面盖池子，盖什么池子？
老罗宾盖茨子吗？尼可罗宾。因为这版本我就没玩了啊。啊，有分哦。嗯，我之前玩的我之前就是玩的都英文版的啊，中文是后面才有的、啊。可是有东西不一样吗？嗯？有东西不一样吗？有啊。哦，等等哦，厕所一下。好的，我要买包包喽。嗯。10000块的包包。他不理我，那我只好买了。好了，漂亮的数字919，赚钱啊，赚钱！养鱼好像可以拿到东西，好，那等下我完全去找罗宾。因为之前有看到我的干爹，他就那个养了水滴鱼在里面，就好可爱。飞，你买种子了？你怎么知道我要干嘛？你怎么知道我买种子？我有看呐、啊。看什么？哇，你的画面啊！你怎么会看我的画面？我有双萤幕啊！哇，你有两个眼睛啊！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我的画面被你绑架了、啊！我在陪你看，真的，真的，真的，我在浇花哎、欸！问号？哎、欸，巫师哎、欸，浇花、欸？嗯，他不是在？哦，不是哎、欸，家里下面那个，哦，不是哦。啊谁？啊，就是要选阵营的，选阵营的，他就纠甲的、啊。对对对对对，纠甲。纠甲。骨折啊！刚应该去那边买的，可恶，亏了亏了。我去买了，那我要去买了。这就是有那个啊，在这边买种子，然后去纠甲卖掉，这样刷钱。哦。知道为什么他是坏人阵营的了吧？嗯哼，门开了、欸，你们这些资本家，讲的那么可怜的样子，结果还不是在坑？啊，为什么不能点啊？哎呦，入侵蟹。那个是要到矿坑里面呢、啊。我们现在不缺那200，缺。我们现在缺，那没差啦，那没差。900块，交交到吗？我们的共产，我们的公共资产。什么？你在家我买了什么？我买了10000块的东西。你买了10000块的包包？我去赚，哎、欸。你想一下，我钓了3天的鱼，我刚刚包包不够、欸欸欸，人家夫妻都会骂、欸，不还不是老公赚钱，但老公花钱还是会被骂、欸。不是啊，你的钱就是我的钱啊，我的还是我的。对，所以花的是你的钱，你骂我啊，合情合理，好不好？对啊，该骂，你该骂，我都空空如也。空空空如也，咚咚咚咚咚，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你还记得？有一年似乎没有改变。哦，我唱这首唱到哭哎。麦考拉，那以后不唱这首了。你看，过了一年，结果空空如也。做了什么一年？啊，我时光做了一年，聊天室空空如也。你才做过一年，偶尔，敢嘴屁呀、喔，嘴屁呀、喔，马子时狂做了一年，这一年似乎没有改变，没有改变很多，迅速掉线，哭的，真是啊，你看我在跟你玩啊，
那不一样。那确实。哦，如果因为我过去你就不跟我玩，我也看清你了啦。啊？我也看清你了啦。嗯？吃什么？有偷吃东西。我爱吃鱼薯。烤烤烤哦！你是说那种一条一条那种吗？对啊，油炸物，现在完蛋了。哦、很香的那种。你知道吃油炸物脸上会有什么？豆豆。会有善烂的笑容。看这么老的梗，你还记得？好热闹啊！好灿烂，那很好啊！你要开心哦。有啊，你要逗你开心，我很开心啊。开心哦，好笑哦。你觉得我很开心？有啊，逗到二好。那请问你刚刚笑的都是假的吗？你看，好无奈、啊。那种这么真心的笑容，怎么可能是假的呢？对不对？我都笑得很勉强。我最喜欢强迫你笑了，这样我有的那个成就感。强迫强求来的是不会甜的。可以啊，怎么不会？是。你强迫这瓶全糖蒸奶里面加再加糖，甜不甜？甜，好甜，太甜了！哎呦、欸，你会常咬到自己的嘴巴吗？不会，哦，不会。你是因为一边吃东西一边讲话吗？不是，是因为我嘴巴太甜了，太好吃。OK， 好烂。OK， 对不起，不好意思、喔，观众，不好意思、喔，不好意思，翻新的观众。没事，我最喜欢被剧点，好吧？我没有据点你啊，我骂脏话、啊。嗯，骂脏话不是据点哦。好久没走下来，锄头，啊，斧头。最近有什么手游好玩呢？光遇。所以光遇的是 Switch 版跟。要它共用啊。共用。之后还会出。最近好像又说要出 PS4 版，啊什么没有出 PC 版的、哦、？PC 很难玩耶、欸，没有 PC， 他们之前有用模拟器玩，可是后面好像出了等存问题，最后 PC 拔掉。哦，不是很麻烦吗？很干之类的。嗯，他也不会很，他也可以不用很干啊，就看你有没有需要东西啊，你没有需要东西。可是没有很干的话就不会一直要玩啦。对啊。就是如果没有要每天上线的话一下就弃坑了、欸。嗯，没错。所以其实那些可以玩到两年以上的那些大佬，我觉得他们很猛。因为他其实每天就是那样子那样子。像我们所谓的跑图嘛，跟他们、啊、跟其他游戏什么刷体力，然后每天什么体力花完之类的那种不一样，对，因为体力你体力好200好了，你打一个关卡10，那你一个扫荡卷下去，你是不是扫24就马上就没有了？嗯，对吧、啊？那啊光遇不一样啊，光遇是今天你要的东西就是都要纯手动去跑，就比如说好，金鹿谷那个。贝壳的点都是固定那几个点，那你每天都是跑一样的点，类似这样子。嗯，哎、欸，那、啊、这是收集东西啊，啊，它也会可能有任务，比如说你要完成村长的任务啊，或是送村长东西啊这样的任务。嗯，对吧、啊？比较不一样就是任务等这个东西啦，它、啊、比较死的就是收集地图上的东西。可是地图上的东西位置有固定吗？几乎都固定啊，所以就会有那种就是在很快很快的时间内就是马上收集完。嗯，像早期那时候，我们那时候有加倍啦，就是前面15根蜡，我们货币是蜡烛，15根蜡烛加倍大概也要1.5小时。那今年是有办法是用到1小时内就可以用到15根，所以缩短了很多不必要的时间。
收集。哎，我快死了。为什么我今天还那么慢？我明明一直在数东西。怎么那么好？做东西会耗体力。你这个要砍，你这个要砍干净啊！这个要砍干净啊！啊，这个不是才会，这个才是，这个才是，这个会长吗？对啊，这个不是还会长吗？不会吧？会啊，他们说会啊。会哦，那不要砍啊！那就不要砍了、啊，你砍它小。原来会，我不知道哎、欸，他丑就砍了。对啊，有时候也会想要有一个好看的位置，就是乱长。Hello， 杨安，对吧？如果你现在真的要玩的话，我有本事可以带你了，因为之前有几个。啊，那个谁，米娅之前想来玩，那我跟他讲说，可以啊，不过我应该会请人家带你，因为那时候我其实就是我玩了很久，但是我从来不会自己跑图，就是个背，没有，因为它里面就是可以手牵手，可以抱抱，可以背背，嗯，对啊，你手牵手跟背背没有啊，就是你牵了一个人，因为它里面跑图会个叫能量的，嗯，你背一次会扣一格能量。可是如果你有跟人家牵手或背背的话，会那个能量会慢慢回。哦，对啊，我都是当充行动电源的。啊，是直到去年底的时候，那时候有常带我跑图的人都没有玩了，所以导致就是强迫自己变强。了解。有蛋黄酱鸡酒水器，可以喝酒哎、欸。可以啊。哦、oh, ，有鳗鱼耶！你看，我玩没有玩一年而已。我要看你台是不是？跟重、喔、没事没事，没有没有，不是。我看你台，我看你台。我是跟重，跟重跟钓鱼的钱差不多。钓鱼一天可以赚那么多，结果跟重重好几天才那个钱。对啊，你跟重花椰菜，我们没有花椰菜，可以种啊。可是他说需要花野菜做一道菜，可以给我吗？来不及种吧。嗯，还有九天啊。他有吗？不然就不要啊，反正任务都会在啊。这个好像没有时间限制。对啊。那我们要去找斧头了吗？到现在没有找斧头。斧头在下面啊。记得在下面，可是在哪啊？啊，你不先浇花哦，大姐。你浇不就好了？啊！你不是会教吗？你教就好了。但我最缺的就是体力的好吗？还有你，怎么还有？这世上最缺的就是体力以及你。好的，好的，来了。你不想让我这么油的话，你就做事哦。是不是想要让我油了？是不是？没有，好吧，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我做好了。我做。我干我。哇嘎温，哇嘎哇嘎温，哇嘎哇嘎温，硬啊，查某，啊，好喘哦！快点跑！他都要强迫我做事。不是你跟我要折返跑，你等一下还会回来，你过来。哦，要过来。哦，你对其他人都不会这么凶。对啊。哪有？对，来，你说我对谁不凶？诺英我照样凶。他每次说：“哎、欸，凡，你怎么最近对我那么不耐烦？”我又不会这样跟你讲话，我想吐了。你他妈的给我过来！跟上。好。我也忘记了，老实说。这吗？那你还在这边？是啊，要找啊，赶快找啊！秋哦，让我看看。不是，我怎么记得是在人家右边啊？是在这边吗？我记得要么左边，要么右边啊，好，右边啊，不然是哪里？有道理。来这边看帽子吧，下面有帽子，下面有帽子可以看。帽子？对啊。妈呀！好贵哦，1000块。
那个啊，下面有帽子，你就有帽子了。啊，就刚刚蛋节的，给你送你好不好？这个送你。老伙计帽，没关系，我买了。白痴啊！你要不要包包啊？在帮你赚包包钱欸。我也有帽子，好可爱啊，好可爱哟、哦！嘿嘿，我是小男孩儿，是小男孩儿。主播的蜡烛量没有，那就是之前。因为观众都会送我爱心啊，他又说心意什么之类的不用还。哎，找到了啦，对啊，右边啊，来来来来，你看吧，应该在家上面嘛。哎，下来下来，咋不？嗯，哎，你好丑。什么？我伤心了，杰哥，我不要跟你说话了，不要跟你说话了。好。我是会认真的哦、喔，因为最近太多人不想跟我说话了，好烦哦、喔，好烦！为什么？你就太鸡掰？对啊，处女座。真的哎，不能被马来听到，被我马来听到，说不定处女座不能再跟繁星讲话了，不能再跟繁星讲话了哦。那个动不动随时找你打炮的那个男生，不要接近他了。我还不想现在抱孙子哎。我跟你妈说，我会吃屎哦。好，我妈很想抱哦。没有，好想要去搬垃圾桶。为什么两个垃圾桶中间有个人？可恶，可恶！哎，这要给那个女人。怎么给女人？罗宾是跟那个黑山洞探险家住一起吗？啊，什么意思？好像是，记得罗宾不是跟谁住吗？黑人啊，跟黑人，对啊。他不是生物学家吗？对啊，他不，你说山洞探险家，研究地洞？没有吧？哦、是吗？误会。没有吧？他在家吗？耶、yeah ！给你，给我钱。250。还不够我买一顶帽子呢，250。你去退款，你留四分之一的帽子下来。不要，我要当小男孩。那我当小女孩。我还在依赖，想当个小女孩。你还会唱？会啊。Oh my god！全部都会吗？除了黑美人姐妹花的第一首，要真的 duck 吗？对啊，黑暗的巴米亚，你明明也会，不是？我就只会这一段啊，可是全部我不会啊。不要听了才知道，有时候都会不太记得。为什么我全部 check 了呢？你知道我最喜欢哪一首吗？哪一首？牵着你的手，好烦。我已经习惯了。水色旋律。这个观众，还是观众不？水色旋律听到没有，胖子？直接被歧视哦哦，繁星对每个女生都这样啦，不用。没有哎、欸，我会挑哎、欸。已经对我已经还好，没有感觉的，我就不会这样子了。独角兽危机，我这不是在解释了吗？啊，繁星对每个人都这样啊！啊，这个繁星自己就是独角兽。对，我是独角兽。感谢小花，没有，我已经没有独角兽观众了，因为这漫画没有朋友，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没有女生朋友。那时候刚出道的时候，还跟大家说，哦、我应该不跟男生联动，干，我现在只跟男生联动，没有女生朋友啊，因为只有他们会主动找我，然后比较被动、哦。嗯，你说男生想找你那个啊？不是，我们就会因为我们很干啊，女生就是那种小女生啊，偶像系哦，我们这种整天那边叽叽喳喳的人，
对不对？那就是你的不对啊！你看，不是这个社会就是要腼腆，要 gay 掰的，你不做，你去做鸡鸡蛋蛋的东西。不是，是你们整天这样，然后我又不会拒绝，我觉得很好笑。啊，对啊，就是你不拒绝啊，这也是很好笑吗？那你是不是让人家觉得你有机会了？没有，不是，就只是很好笑。你这样是不是让老师觉得你有机会了？哈、啊，没有什么机不机会的、啊，机机会会。男生跟人家聊天又不是为了要干嘛，又不像你整天想跟人家干嘛。我有吗？我哪天有了？你跟我说。你哪天没有了？你告诉我就好了。我今天、明天整天叫你做事，你有做事吗？浇水你不浇水？我有啊，我在砍树、欸。你还跟我讲说我浇就好了哈？为什么砍那么多树，做那么多事情，我体力还那么多？我怎么会吃掉？我都要一整天的鱼，我体力快死了哎、欸。我也快没，因为我可能都采集吧，采集可能比较没有那么耗体力。混沌细逼，哪有？我不听，我不听。你这个有女友的人不听什么？你给我听好了，打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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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不是只有我在说打炮啊，阿烟对不对？啊？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人家有老婆了吗？我知道啊，那天还一起联动玩游戏耶，很久嘞，很久嘞。我记得啊，我都记得啊。好久了，本来都好回归要玩游戏的，结果超忙的。对啊。就现在在那边玩这种耕耘游戏。嗯，养老啦，过气。对啊，我要不要？过气的人玩过气的游戏。对啊，过期的了。你还会跟嘿，你还会玩一些新游戏？哪一些？迪士尼哦、喔，就可能有出什么新游戏，你还哎、欸，我跟你讲一下迪士尼，不会。我觉得迪士尼我应该不会再玩了。为什么？不是他，我讲一下啊。如果你们要走主线剧情，如果你只走主线剧情的话，那应该也很快就结束了。如果你要解成就跟一些支线任务的话，你也很快就会玩完了。所以，是主线你只接完了？我还没啊。那为什么说不完了？我觉得游戏内容太作业化了。哦，就差不多的东西就对。对，像我现在，我昨天在挖，因为它有东西叫泥土，它、泥土是你挖地有几率拿到，有几率哦。然后我昨天挖了两个小时，我只挖到了60个，我就一直按着一空白键，然后就是一路滋滋的挖过去，然后滋滋的挖回来，超无聊。突然觉得不想玩了。嗯，然后再来是里面有个东西叫铁矿嘛，就像动身好了，你要挖那种大石头才会有那个铁矿石。然后我就是一直挖，我看怎么又是石头跟碳而已，又是石头跟碳而已，啊，就是挖不太到那个铁。然后你挖到铁之后，马上就用掉了。你辛辛苦苦挖到了快一组，一组是99个，然后他做一个十个做一个铁锭。那真的是，而且又不能像麦块一样还可以连线什么的。对啊，没有铁巨人塔、啊。只能慢慢弄，你们已经习惯了，要慢慢弄太累了。不是不是不是，那个游戏真的怪怪的。怪怪，应该是说他们没有想好后续作业，他们只有做好表面的东西，就没有想到会玩那么。有点劝退我，就是、不，你那个哦，我跟观众讲，你可以玩没关系，是我玩游戏的方式啦，我就觉得开始不适合我。因为有个观众是之前他也在犹豫要不要买，因为我那时候有说那个买可以，但第二期不要买。嗯，对，但他说来不及了，他已经买下去。为什么？嗯，他就是这么急，一次买就直接很有爱啊，对吧？他就是对啦，他就是钱能解决的都是小事。可以帮我解决一下我生活上的困难吗？欸、有没有听到？你来，你来玩光遇的话，搞不好你可以啊钓到他哦。
为什么要用掉的？在抢什么东西？哎呀，我拉开。你要不要松开这个箱子？嗯。来，马色。好了，来吧，我们去。哎、欸，这只猫真的太过分了哦！我住旁边。今晚不行。好，我要跟你的猫睡觉。我来了。好可怕！为什么？暖床哎、欸，哇！看，被强迫。啊，采集这好少、哦。就很少啊，你去。可是海采集好玩啊，可以绕地图。对啊，对啊，对啊。那边聊天比较能专心，钓鱼就不能专心。可以啊，钓鱼对方跟你讲话，我跟你讲话可以赚到1200哎。你不要啊，你比较厉害，你可以吗？你不可以这样讲哎，你很厉害啊。不，哪方面很厉害啊？怎么一直每天走霉运啊？玩到心情不好。下点雨呗，懒得浇花，讲的好像都是我在浇一样，我根本就没做，啊、我没在讲话了。每个人都有玩，哎、欸，你应该也可以做洒水器了吧？没有看到哎、欸，嗯。只有酒水器，没有洒水器，是同一个吗？那念洒啦，酒下面有一横啊，酒下面有一横啊，白痴！我会剪出精华哦。对，不要不要，好羞耻啊！不要看我。我就是哇，可以喝酒。哇，酒水器。那个一定是莲蓬头上面那个有没有？水龙头上面的开关。啊！不要说了，别再说了。我对我的，就是我的文学造诣，我非常在乎，你知道吗？哦、这是足以让我想死的事情。哦天哪！闭嘴。哎，没有炼丹。炼什么丹？你在玩修仙吗？不是要那个吗？修仙骨要铜铁。对啊，炼丹啊，那个啦，你那个要，你把铜丢进去，然后再啊，对啊，要碳，好烦，他放了没？他只能一次用一个、哦，嗯，对。所以会放一排，你看要不要把熔炉也放到我家好了，整空间。嗯，放麦。从石头、熟头，嗯，还有8天呢，我看一下才收。12天后生长，哎、欸，还好那时候没有种哎、欸，花野菜要12天。天哪！再剩下8天，有铁吗？我们好像没有啊，我们只挖到铜而已啊。有啦，有一点铁。哦，炼铜。你说你吗？我说你。哦，对啊，活力专栏。我入坑没有，就小王子不，我重组记中才入坑的呢。等老半天。等什么？等炼铜。哦。你多盖个2座啊。好啊，反正那个是铜矿跟石头。
欸，其实大鱼你们可以玩这一款啊，连线最多四人，好像装工作坊的东西可以到更多人，不是工作坊啊，就是有装 mod 的，可能很混乱的，钱可能每次都不会超过500。好不容易有钱了，没了。哦，一下五个哎，很多哎。还好啦。跟你后面如果洒水器起来，然后铲子那就起来，你也比较不会耗体力啊。你铲子就可以一次铲三个啊，那洒水器是铲三那个洒三个。不知道做什么事是不是？没有啊，好玩哦。去挖矿啊？没有啊，我很多事做哎、欸。嗯、欸。你要去找鸠家的那个啊。我们要入股他们啊。啊，你去刚刚那个洞窟，左上角那个洞窟看一下。怎么了？你看一下里面是不是有很像很箱子的东西？箱子，对啊，六个吧。但是不一定会出现，没有一定会有啊，就是香菇会从里面慢慢长大、啊。哦，真的有哎、欸，鸡油菌好像很好吃哎、欸，普通蘑菇。采到了吗？有啊，那可以卖掉啦，或是你要留也可以了，我不知道它干嘛的。嗯，喵喵喵喵，感觉很好吃，鸡油菌、啊。有些香菇是在秋天才有的。所以那时候，如果你那个早点出来的话，如果是解活动中心的话，那个任务很好解，那就先放着好了，对吧、啊？普通的先卖掉，就是、普通货色。OK。哎，对对。然后，洒水器，有水器。啊，那个只会洒十，那个、啊、上下左右四个点而已哦。对啊，我记得。哎，不能插中间。对啊。那要摆哪？看你啊。可是现在摆，现在不又不能摆在草上面。所以那个基本洒水器我是不会弄。我不会去做它。是基本，就一开始的洒水器啊。啊，你刚刚说要做。嗯，我说基本我不会去做，你可以做。而且它不是要花铁吗？我做了两个。嗯、你干嘛？好啦好啦，你做。没关系，等收成之后我们再还位。噔噔噔噔！金球我们就去破开好了。好啊。啊，他好像要关门。怎么这么烦？一天过好快。啊，没办法，你都让人家醒来的时候去做自己的事情啊。喜欢，他们要去开他们的店，我也要做自己的事啊。做篝火好了，萤火晚会，竹头纤维。是不是要打火机啊？怎么会有打火机？做了什么东西？按下去就有了。火，好温暖的。
大元嗯嗯，对对啊，昨天拿到会员，好开心，恭喜来！我们这边很难得有送会员这个行为，很难得有人，有人对，好难得有人哦。越过广告，哎、欸，看你的台超烦的、欸。为什么？因为每次聊到一半，突然就跳广告，很叫我都没有听到。你不要打开声音啊！什么意思？不要开声音啊！你看聊天室就好了。不是说现在？哪有很长？我十五分钟一次而已、欸，哎。我是自动播放的、欸，他是不是跟你讲话的时候，他如果突然播了，就没办法听到你讲什么了？啊，不会啊，为什么？你不要，你为什么要讲说是在哭？嗯，我看到你的荧幕上面了，什么叫是在哭？我不在哭，大家从头到尾都在那，好不好？我刚才看到啊，放在看聊天室，因为你就那个脸啊。啊，我就按下截取的时候，眼睛突然闭下去，我有什么办法？好好拍不行吗？我很好拍、欸哦。现在好像都没有会踩，上次踩完了吗？好像三天才会长哦。啊？就是已经踩过的那些水果啊。好，还没有三天吗？哎，第三天了吧？还没啊，明天才有。笑你拿不到，怎么会笑你拿不到？哼，拿不到可以自己买啊。嗯，他们都自己买，所以我们这边都很少送会员，大家都有会员。应该说留着的都有会员。我要打零哦。打零什么？零。哎、欸，我有哎、欸，被送到哎、欸。对啊，昨天我还说是繁星，你拿个屁！我应该是睡着了吧？应该是。是有人大屠杀吗？没有没有，还没有睡着，你那时候还没有好好听哦。是有人大屠杀吧？不然我没有啊，五个而已，屠杀个屁啊！我只有五个人来啊。对啊，因为昨天的很，我现在人都很少，十个人就不错了。我也是啊，差不多啦。我们没有那种。冲劲，让人家想继续看的冲劲。我们的表现都很老，而且这台也太没精神了吧？后送呢？请问这台特色，你可以讲，你放这边你会后悔哦。为什么？我这么暗？不是啦，我说熔炉啦。哦，你就会挡到路，是不是？对啊，你可以值得放，你可以值得放。没差，现在不要差，那不要差，都不要差，不要办，不要动，不要动。欸、你为什么要中这？你这个是两个打水器交同一个位置啊？就是现在没地方放啊！啊，凶宅的位置啊，大凶。哎、欸，请问在干嘛 ？Excuse me, girl,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怎么不能放？不要。对啊，为什么不能放？你丢出来我看看。有了有了，天，呀呀！哦，你是不是就是想要吸引我过来？天哪！白眼发屁眼君，哎、欸，猫咪在我们身上睡好可爱。我在你身上睡就不可爱了，我的天。对啊，你超不可爱，超烦的。喵。林业推你来的，真的假的？大圆。你是他的头目大鸡吗？头目大鸡，头目大鸡啊！你快可以买包包了，你再下个框就可以买了。今天要下吗？你要下吗？好哇、啊。啊，没有铁，没有。等一下，今天天气预报。萝卜沙拉，哇，我好像非常好哎、欸！天哪、啊，我是一个紫色星星，他说我非常好。他说我也不错啊。
那咱他们低语可以生个小麻子了。对呀、啊，这个洒水啊！哎、欸，有，可以放这边。你放啊。稿子，对准再用，对准再用。爱念呢。好了，不念了，不念，以后都不念，好不好？念啦，拜托念我。放好，放好，快放，插上去。对，麻子插得很漂亮。有什么毛病？这人有什么毛病啊？他洒水就这样停了。没有啊，他是隔天，他是隔一天就会自动洒，他现在不会洒。哦。这个酒水器不是这样用的。闭嘴！扁你啊！我不做人啊，九九。九九。然后十字镐。锄头。哦，要带锄头。镰刀不用带，然后食物有吗？红蘑菇什么？负50能量要死哦！哎，不好意思哎、欸，你怎么会看我这样看那么久？你是偷了什么？我在想有没有吃的啊？绿藻，你吃绿藻啊？不吃那些吧，好吧。早八喽，上课喽。我们看起来好像小学生。哎，我这背面超像那个小智。智障。啊？小智障，快捡快捡，食物。哪里？哦，真的后面。眼见了。我眼睛，我眼睛真的很大。我知道，我看过。哎，蚯蚓，蚯蚓，蚯蚓。我知道我眼睛真的很大。石头，猪头。哎、欸，麻子。嗯，什么事？是麻子哎、欸，好烦。我体力已经剩快一半了。是鸡有大圆跟啊，林月骗人，林月也是假。他说他不是，结果还不是有鸡有。哼，你们这群男人，哼，男人。嗯，怎样？你看。叫我啦，想我啦，白痴，太浪费了吧！你用火把，而且这个你下矿一下回去之后就不见了，你知道吗？真的假的？那只是好玩一下，又只是这边很暗，可以走下去。没有，它暗只是一下子，一下子。看，是什么东西在咬我？妈，这有蝙蝠在咬我！咬死你啊！你完蛋了，我来了。不要！不要！哎、欸，下面还有哦。厉害吧？嗯，你怎么下去的？咬死你好恐怖哦！你怎么知道？嗯，看得到、啊。你怎么知道？哪里？完全看不到。哎、欸，那是什么？不用怕，不用怕，那个就是你以后老做的样子。小心一点。哦有蝙蝠哦，你小心哦，是什么蝙蝠吧？蝙蝠吧？哦，用什么三叉戟？钓鱼钓到的啊！啊！你看有没有老麻子？老麻，麻老。你在打什么？都黑啊！对啊，超黑的。小智，拿出你的皮卡丘啊！他没有，他死了。找到了，动了，对吧？在哪？你找到吗？完了，我回不去哎、欸！哦，有了，有看到，好黑，你怎么找得到啊？不是，是我在挖的时候，他挡住我，我过不去。你才发现有是不是？没有，因为我刚敲掉石头啊，然后发现说动不了啊。哎、欸，这边，什么都没有铁啊？铁还没到啊？啊，真的假的？嗯，
这个应该就铁了吧？哦，不是哎、欸，哎呦，很黑吧？对啊，不能放哎、欸。干嘛一直举着石头？馆长哦、喔。哎、欸，好像开了。有吗？好玩欸。你先等，你先买它好了。我吃东西了。喝家，你怎么知道？你有跨鬼啊？你说富杰吗？嗯，这是什么？哎、欸，这里，我需要灯。啊！哎、欸，都打！我死了，死了，他死了，帽子抬了，还有，那还有，九智是超音符，收服他。该下去了，该有了吧？很紧张哎！哎，走！我一个人完全不敢自己下逛，嗯，麦克也不敢一个人啊，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过。一个人过生活吗？对啊，都有人陪。嗯，我也是啊。我在想，我真的如果一个人住的话，这边有不动。我一定会死在外面，啊？为什么？没有，就我觉得我就很不会照顾自己啊。哦，那你就会照顾自己一点啊。哦、也是啦，这样我要死麻子，还要去救你是不是？不用。石英，我说如果你在外面住的时候，哦，要来救是不是？要拯救是不是？要不要住台中？为什么要住台中？那你跟你朋友见面的时候，可以顺便来施舍我。白痴，施舍？白痴哦、喔，不是，我要吃，离我远一点。哎、欸，为什么骂人呢、啊？我说蝙蝠骂什么东西？你是又误会我了是不是、啊？没有，是因为你要吃东西，而是你跟我交易。我没有跟我交什么，你不要把我们交往的事情讲出来，会人误会啊。我们不是交往，我们是交易，援交，这样可以吗？到底是谁？你到底是谁？喂，搞不好是你付我钱，我第一次、欸，我才不要嘞。我怎么可能要付钱的？哎、欸，这里有矿，等一下、啊，这边有矿哎、欸。嗯，紫水晶哎、欸，可以做放大镜吗？可以啊。什么放大镜、望远镜啊？放大镜。它真的很大。Hello。看我。你在害怕什么？是我错。哎、欸，我有拿到铁，奇怪。你是我的眼，哎、欸，他被困住哎、欸。打刚刚那只老麻子，怎么会掉铁？还不是哎、欸，这边懂儿，快回收，要客家。啊，老妈子咬我！黄金，好听，看我屁事。走吧，快下去，快下去！有鬼，这是鬼啊？嗯，真假的？没有，刚刚就是会应该会有很多蝙蝠冲出来啊，好恐怖哦！不用恐怖吧，我跟他，你选一个。谁都不要嘛，不是？请帮我点亮，谢谢。你点亮我内心的火。对呀。快很黑啦。
面好像有东西耶。好啊。走左边吧。左边。走左边，走左边。哎、欸，有楼梯，回收吧。刚刚那边是也有楼梯吗？也有吗？不知。那、啊、你说、欸？你怎么过去的？哦，这边。走左边啊。你感受到非常疲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你看到这个没有？七彩的金球。对对 对、啊，那个也是赌拿去赌的。又要赌。嗯。哇、哦，碎啦！快点。怎么有东西啊？有哦，弹弓哎。很远程的，不过这个弹弓很雷啦。他是要……那你那么开心？因为有东西拿，当然开心啊。来下去啊！你、欸、快下，快快快快快！有看到宫崎骏吗？小煤球吗？对，我都会在这边刷煤炭，这样就不用挖了。第十名也没在跑，时间吗？时间又坏掉了。哎呦，给他坏吧。他有时候都会这样，最近好像很长哦。有了有了。不是被打、啊，好了，我爸回家。哦，好。卡住。好了吗？嗯。嗯，屁呀、啊，没看到你啊。上来了。没看到啊，没感觉。没感觉，哪里怎么没感觉？哦，好想睡啊，不可以睡。什么意思？现实吗？对，哦，你看吧，就说其实晚一点不是我想睡，是你想睡，才刚起床，不可以，现在时间真的都乱掉，超烦的。嗯啊，嗯啊，嗯啊，这些矿要丢吗？不要。哦，水晶果感觉很高级耶。矿物可以给。你都怎么分的啊？对还是放？啊？怎么？你怎么分类的啊？就乱放啊！我天啊！哎、欸，睡觉。你是说现实的吗？你要也可以啊。哦，想玩。你快被扣300块了，快！女人给我逃跑。哦哟。40分了。哦哟，还没整理，你刚刚都在那边整理。我刚才在整理呀、啊。可是睡醒再整理又没差。我就不能开了。睡醒再整理啊。哦。好像你是在怪我说抢你的箱子是不是？没有啊。好吧，我帮你等下全部都丢掉，我卖掉。不要留。好啊，那你卖掉啊，把你阿妈也卖掉。不要留，都不要留。哎呦，不掉东西。哦，我知道你怎么分类了。好的。是吗？我有在分类的吗？有啊。真的吗？嗯。明天又没有下雨了。
妈，妈妈没有给我钱，给我零用钱，妈妈。在报纸上看到关于我的报道，一定是我偷摸男童，然后被抓走。可恶哎，没寄钱来耶。不要花啦！我在那个啦。你先分，你先分。对啊。宅刀分手。甜瓜种子，要下矿吗？现在吗？我刚去博物馆捐东西回来啊。在想要不要那个呢？不叫吗？哪一个？买，我要买种子种啊。剩下六天哦。那就。可以买防风草啦，可以买防风。你看，你就是买之前，你看一下防风草。马铃薯啊，马铃薯几天？六天。土豆不是六天吗？哦，那就看你啊。来得及吗？我今天算还是？保险一点就是买防风草啊。好啊。下矿了，对吧？下矿哦，什么？我说下矿，我说下矿，你要吗？好吧，要就直接去了哦。好吧，嗯，下矿，安心下矿。下矿是什么意思？嗯，下矿你不知道、哦？台语啊？是。虾米款啊？虾款就比如说就是，你今天穿很漂亮，就人家说，哎、欸，虾款好看吗？怎样的感觉？哦，对，你在哪里？他以为是，他以为是在就是那种很八加九的，对，虾款名字，虾款呐、啊、哈，这感觉原来不是、喔，就也类似啊，就是可能就是骑摩托车，然后经过别人，哎、欸，虾款。哦，下快呢，这样吗？对啊，差不多。这是什么？冰桶，冰桶挑战。哇，小。哦，你好，铁矿啊！你看到铁矿？有。下矿，铁矿，下矿。什么啦？铁矿。好麻薯，
动哎、欸，这是什么？破掉了，破掉了。我的心，玻璃心。一次会比较痛了。欸，人呢？什么意思？嗯？什么意思？你说被那个煤球打会比较痛？煤球？你刚刚不是被史莱姆咬吗？什么？那是煤球还是史莱姆？史莱姆吧。完全没注意，笑死。哇！好多、哦，我好像帮不上忙。帮忙会啊！它是蓝色的哦，点比较痛。哈！哦，是哦。看不到。那可以有个很棒的东西。什么炸弹吗？瑞。受伤了，麻子，我受伤了，自己害自己。我在死，我去死，我去死，我去死，去死，我去死，掉了，下楼了啦。真爱死哎、欸！我爱死哦，对不起啊，我去死。说你很爱死哎、欸！我爱死。哦，蝙蝠。跟新入股，对啊。能玩过气游戏？什么过气游戏还在玩？很脏。我们两个能一起玩的游戏实在不多。嗯。好吃。好吃的椅子车。这些会有什么东西吗？什么东西？你说那个玻璃的东西吗？对啊。不会啊。浪费体力而已。嗯，开敲开敲。然后我们稿子要升级，它就会从三下变成两下。哎、欸，抛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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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色变了，天色变了，撤了撤了撤了。外面的感觉很恐怖哎、欸。刚刚地图外面那个颜色有点。对啊，就是这个情况，就是会一直狂升蝙蝠啊。你要走吗？几点？应该还可以。还可以再挑战。哎、欸，挖到洞。走。烧铁哦，谁？没力气了，不许吃东西。吃光光了。又出来了，蝙蝠死了，你怎么一直吃？因为绿藻太没用了。哦，不是啊，我想说你怎么有东西一直吃？我吃掉那个果水晶，什么水晶果了吗？哦，蓝色的哦。嗯。
哎、欸，这。哦，歌变了，有歌了。有歌了的意思是会有好东西吗？啊，比较不会想睡了。哦，也是。完了，这个的感觉很催眠呢。有 BGM 吗？对啊。戳，穿插插。我想。你看看，很像在戳。哎、欸，完了。怎么了？没东西吃了。来。哎、欸，你都有爱心哎、欸！不要，不是，哎、欸，按错。你给我干嘛？你不要的爱意，爱意，天啊！再来啊！好，欸、快！按错了，够了哦！要我要吃。哦，来，麻子来，麻来，下，打他们就有了，又下楼的地方了，有、哦、没有？看你要现在赶快回去吗？算了啦，走了啦。快点跑！可恶哎，差一层。快跑！好像来不及耶、欸。小雪安安，来不及啊，八字怎么办？不会吧？有这么远吗？有哦。真假的？不会吧，阿爸？不会啦，不会走一个小时啦。会啦，会。冲啊！等一下躺你家。我们家躺仓库，睡仓库。躺仓库，快点！睡客房。可以啦，白痴都到家了啦。我把床搬起来。睡觉。太搞妹了吧？有啦，吓死人了。估计算一下嘛。长得那么恐怖。看来你不能成为时间管理大师。那很好啊，结实戒指，好结实哦。斯普拉顿山那个灯，番茄送我，番茄说要买给我。看你整天跟人家讨东西呀、啊。啊，还行啦。啊，明天有东西，有那个。你有活动？花舞。对，跳舞。花舞。跳舞的季节。哦。还要下矿吗？好啊，差一点点，有一半了。嗯，可惜呀、啊。可惜呀、啊。欸，我用的轻质，我应该用铁刃，对吧、啊？钢制的吧？那我就丢掉了。嗯，把它丢了这头。蝙蝠翅膀。你丢哪？蝙蝠翅膀。那个第二个。哎、欸，你还是你矿物都丢右边啊？都可以啊。我的铁矿、铜矿是放这边。我知道、啊。这样子。有信。哦。我们这种卤蛇，单身卤蛇，参加什么花舞会，给人家笑。你可以跟我一起跳舞吗？哦，抱歉，今天不行。哈哈，超
坏的。不好意思，你不行。真的，他们很坏哎。不好意思，你的话我不行哦。就算没有，就算没，拜托那种素未谋面的，只要是帅哥，他们都会哦好啊。妈的，我们是很普哎。哦，好啊，有啥问题？什么东西？嗯，你会对射击竞技类有兴趣是不是？打玩家打玩家的东西 ，PVP。要问谁？你啊？啊，我那肯定是不行，对啊。没有，我跟你讲，他们像我之前打 LO 打斗争特工，他们都说平常心就好了。不是，我平常就很紧张啊。对，平常就很烂。对啊，不是是。会紧张，他说：“哎呀，平常心就好。”对啊，我也会玩，我也会很紧张。对啊，就心跳抖一抖一这样。对啊，活着的感觉。是哦。对。杨桃中子，赚了赚了赚了，赚到赚到。这个，怎样？这游戏最贵的东西叫杨桃。真假的？现阶段买得到的话，后面还有这个古代种子，我们可以种出杨桃之后，先不要卖掉。等后面有个东西叫做种子，什么磨碎机制，就把杨桃丢进去，会变成种子出来。嗯，我们就可以一直种杨桃，然后拿它种种杨桃，拿它种。我已经在45层了。哎、欸，完了，麻子要生气了。你先走，你先走。没关系啊。那你先走啊，你走， 我跟你后面的路啊。啊有老人撞我。啊！我受伤了，老人撞到我了。老人撞你，你就要死哦。他坐轮椅耶，他有轮子。哪来的老人会撞到你？你还没跟我打过喽？明明就有，你在对面。蓝宝安安要上班喽，是吗？蓝宝说现在都大夜班。保护麻子，你带了一只蝙蝠来，他明明追着你。保密防谍，很厉害吧？还是好看很多、哦。走了走了，哦，又有歌了啊！有歌的这层，有你有我。哎、欸，你喜欢歌吗？哎、欸，靠！怎么在这里？差不多，辛苦。哎、欸，这里这里，先生蓝宝，嗯。我就右边呢、啊，我再探一下。有东西吗？好像是没有。下层越冷是不是？怎样？你觉得这边是雪是不是？就感觉很冰啊。而且反而越下面越亮。对啊，所以刚刚是过渡期啊。等一下还晚一点还有一个过渡期，更黑。真假？嗯。哇，都剧透你了，不好吧？哦，有鞋子了，我们可以走快一点了。你看吧，冻土靴果然是。冷的吧？哇，没有你我怎么会玩这款游戏？好了，闭嘴，好气哦、喔！不掉，按下去了、喔。对啊，一直就掉。
有比较快吗？快什么？走路啊？没有啦，他加防御的啦。哦。可以帮我们加一点宝石柱吗？你饿了吗？一点点儿，没关系，我这里有吃的。山葵，啊妈妈妈。那这十个给你。妈妈妈妈。在哪？好的。干温。有鬼！真的有鬼耶！很烦啊，打一打会穿出去。二滴要我嘞！哦，太阳精华纪念石英啊，这个是碳，给他又尖又尖，我是不是可以开？哎、欸，不好意思、欸，哎，不是咬我。没有啦，他只是在绕圈圈。你说要帮他说话，你们是有一腿，我就知道。你说跟蝙蝠吗？你说你哦、喔。对呀、啊，我就有蝙，我是蝙蝠控、啊。哇，是蝙蝠人哎、欸。对啊，我的梦想是跟蝙蝠侠去生小孩。哇。那、啊、叫什么？扁麻麻扁，麻福麻福，他叫麻福麻福，好赞哦、喔！不错，你挖一挖就吃，你看。你力气比较大吗？没有啊，我只是比较肥宅，需要多一点能量。啊，我就是没有。我下去啊。没有，就是我。你要什么？嗯，要回到楼梯。哦，好怀念的歌哦。快点。这么近有两个楼梯，这个一定是同行上一个同行的伙伴吵架了，各自挖各自的洞。
7，快往下往下，十点了，走了走了。马夫走了，马夫。好，好，下来了。太阳精华好吃，敷脸用吗？嗯。太阳。我忘记做什么的。麻符这里，麻符右边，右边有吗？有，有才叫你来啊！哦，来袋子看一下，袋子看一下。欸、不好意思，你的武器好像比较痛哎、欸。是吗？为什么？对啊，你的不是什么钢制轻剑吗？铁刃。为什么跟你不一样？为什么？难怪我看。刚看你怎么会一下22滴血，厉害哦！厉害啊！我会一下4滴到8滴、欸。为什么有这个？我不知道，打怪吧。快点麻符，几点了？麻符想睡觉了。我今天睡洞窟。好吧。力不从心，600块给他了，600块给他了，我说600块就给他了。对 啊，我这时候离线是不是？我只要100-300块就好了。哈哈哈！靠，怎么办啊？前面有没有啊？完了，我们到现在找不到楼梯，哎、哦、呀，要落下来。赚了赚了赚了，拿了就走。水晶匕首，一小时，我看是凉凉啦，来不及啦。好啦，先睡睡帐篷吧。对啊，怎么没有可以让我们有自动走？就是有没有脚踏车之类的？你当脚踏车啊？要不要？我踩你。不要。好完了，结果明天还有那个花舞节的啊！我们俩在干嘛？我要同时跌倒了吗？来得及，来得及吗？来得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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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不及，来不及，来得及，来得及，来得及。我倒在床头旁边，来得及，来得及，就在眼前啊！就在我们旁边，好气哟！没有，至少不是躺在床边。我发生太多次意外了，一惊是什么东西？矮人圈咒、啊。我们今天赚了1块钱，然后花了600块，好贵哦！起来了。自己该饭，好吃好吃。大冬天，唉，看多少钱？哦，800块耶！开什么玩笑，好贵哦、喔！你说被偷800啊、喔？884、796、啊！看我们各自被偷那么多钱，哦。啊，下次不贪了，好不好？可是没关系，50%不赚，不亏，不亏不赚。那这个好吗？那个匕首，匕首就是攻击速度快啊。那有比铁刃好吗？你比对伤害啊，它是攻速快啊。哦。那重量还更更小。你看我刚刚就是我的单杀级就是匕首啊。哦、所以剑跟匕首不一样。嗯。我们昏倒了，哎，大家都累了，大家都昏倒了。哦啦啦。啊啊。
端午节开始哎、欸，我们需要参加吗？嗯，还是要下矿？下上瘾的、欸，跟我们没关系的节日。对、欸，嗯，你把我踢了？哪有？你说跟你没有关系的节日，结果你把我踢了。我哪有？怎么可能？伺服器与连线中断。哪有？我真的啊、你自己断的吧？与伺服器连线中断、欸。不要，我自己进去。已退出，你退出了，他不要我了。你的世界不要了我，马匪农场。马匪农场，开始要种马匪了我。对，下矿还是？啊，好像是要睡觉的声音呢。好啊，可以东西带一带吃一吃啊。要找吃的，没吃的。帮你吃蘑菇好了啦。减五十能量的那个吗？不是不是，当然是红蘑菇啊。哎、欸，对耶，那普通蘑菇可以去看了。耶、yeah ，好普通，好普哦、喔，一个普妹。好，扔过去了、哦。啊啊！什么啦？好啦，开路。淀粉块茎植物。我们的聊天室有在动吗？在的，打一。我不在意啊，真的越来越落魄哎、欸，我们的台。喂，一个吵，就是明明就很想睡觉，但是又是一直要硬要玩的主播，硬要玩，我就要玩。哇，这个是有三个人吵架的框。三个人吵架？嗯，你现在就知道了。哦，哈哈，真的耶，好爱吵哦。快跑！对啊，怎么会这样？背景变得很恐怖哎，恐怖游戏哦。有吗？蝙蝠啊！有下来。哇哦！是什么萝卜吗？大根吗？对，咖啡大根，苦大根。我还要多打一点史莱姆，想成就，是成就吗？我自己打血量够好怪哦，超没用。去了吗？好的，这是什么？是水晶啊。你是不是觉得它很没用？没有啊，我看你很想要打、啊。哦，哦，好多雷球。没有关、欸，
好会挖哦！保留你的体力好吗？晚上还有事情要做。哦，好。好哦。哇哦，那边很刺激呢。要下吗？嗯。啊啊啊啊！哎，矿你不挖，我的天！在哪？后面哦。我挖，我挖。哎呦，那我故意，你是不是想害我？我啊，我不是在打了吗？让我看到，他对你的爱。哇哇哇哇！哇，夸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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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誇張誇張誇張啊，努力不一定被看见，但休息会。但休息会被抓包。只有零月一，只有零月的一啦。哎、欸，后面有黑黑的东西。过不去，过不去。那是鞭炮。是哦、喔。嗯。那就走啦。被猫打的。分道扬镳。好啊。这个区域被入侵了的意思是什么？应该很多怪的意思。对。你要打完全部怪才会开门哦，有门，嗯。之前一个人玩的时候，很浅的时候就被入侵啊。我这也是啊。对，两个人还是我们运气好。嗯，我带赛。装备，打箱子做装备，这么好啊！耶、yeah, ，打完了。嗯，门嘞？你要吗？楼梯嘞？木梯呢？你要哪一个？你要防御加一、免疫加二，还是要防御加三的鞋子？免疫我不知道干嘛。我在门口。嗯、啊？哦。我免疫我不知道是干嘛的，高级。那我给你放一加三的吧。好啊，七十嘞。又是弹弓哦。对啊。垃圾东西，换钱，那这给你。换可以换钱哦。啊！救命啊！那我们把靴子丢掉。嗯，旧的就丢掉。你应该可以丢啦，我这个应该没有。光遇的啊，对呢，我怎么没有用食物取登录啊？很在意一天的。哦，我的鞋子好亮哦。我，你的比较亮。嗯。直接一个错过花无解，反正我们两个边缘人也没有人要了，不管。你不要我而已啦。那我讲话。那我说要的话，你的观众会有独角兽吗？会爆开吗？不会吧。我们还没遇过我的观众有独角兽的。男生怎么会有独角兽？怎么会没有呢？不知道哎、欸。那我以为跟繁星住在一起哦，其实。爆开！
爆开！他整天在那边讲这些话、啊，其实呢，私下都是我这样对他啦，哈哈。哇，好幸福哦！你怎么在床上等我了？等一下，先不要吃，不是，你怎么在床上吃？我刚狂吃，然后现在你吃屁呀、啊！就刚刚，但刚刚的血量有点危险啊。哦，那可以原谅。对呀、啊，请原谅。对啊，我也不是什么说不能沟通、不能讲的啊。你好好好声好气跟我说话，你是在拍虾戏啊？女孩子人家讲什么靠背啦，难听死了。明明就很爱听。没关系，没有了，这不爱听哎。好笑，那是因为我现在是用很大声的这样说，我靠，你才会觉得伤心的。你想人家靠背啊，哈哈，然后你都不会觉得。哎呀，靠背啊！笑死！哎呦，谢谢两位大叔，念念念，整天念念念，他。麻子，一点了，一点了耶，好快啊！我们都早上才睡的，这游戏很不适，没有照我们的作息。对啊，怎么会这样？气死！哦，然后那个像我刚刚讲迪士尼那一款，就是他的动物小动物，他还有说今天不会出没，或者是出没的时间是什么？早上12点到5点什么之类的这样子。如果你为了解那个的话，你还要去研究说那个动物喜欢什么食物。如果你喂错食物的话，就拜拜，明天再来。嗯，对，像我喂兔子嘛，想说吃水果可以吧？啊，吃什么应该都可以啊，吃花也不行。就第三天喂了之后才知道是吃香料。吃香料？嗯，就它里面的食材是香料，然后而且吃香料没有兔子啊，就是吃菜叶啊。嗯，还有樱花，然后再来就是它里面动物很多，然后每个动物都有它驯养的方式，有的要追啊，有的要在它旁边啊，以此类推，每个都不一样。真的是比较适合很悠闲的时候玩。对啊。哦，花粉剂，阿奇阿奇，阿丘阿丘，你又种新的种子下去了、喔，就是路上的那种啊。那你可以留到夏天，哎、欸，应该没差了，算了，不能再修你了。再修你的话，你就小情绪要来。混合种子，我不知道、欸，有分哦、喔，忘了，对啊。我怕它准备长出来是秋天的春天的东西，结果长出来又变没啊，又怕了啊。哦，我不要哭。然后怎么快没体力了？有点微痛，我装个热水啊，还是要到这边啊？不行，你想睡了吗？没有啊，我想玩。那就玩啊。好，我先装水。钓个鱼给他吃。
大嘴鲈鱼。哎、欸，我去下面钓。回来。哎。你现在在干嘛？嗯，在洞窟啊。还在玩吗？没有在钓鱼。哦。想说你要来，先钓个吃的。哦。洞窟里的鱼有不一样？有。都不一样吗？有鬼鱼耶、欸。鬼鱼？对啊。什么鬼？这是什么鬼？那叫鬼鱼啊！全身苍白的鱼。哎、你让我吃那种鱼？我吃啊！一次补38能量哎、欸，我吃啊！那我要，请给我，请封我。我在60层。我先放东西。笑那么开心，哈哈！我外甥女，哈哈哈。六十，为什么我们已经到70了？为什么要到60？六十才有湖啊！你要吃鬼鱼还是吃什么？都可以。为什么你掉到水里耶？看，姐！来来来来来来，还有还有，你都掉到水里耶！
超浪费的。然后是听到嘶的声音啊，掉到水里的声音。哎，没有，还好刚刚丢藻类啦。哦，还好。嗯，已经开始有马里奥的感觉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开始做一些？小孩怎么通稿的？早该做了，好不好？我们都没做哎、欸，不然我们这边越挖越硬，然后我们一号更快啊。好像哦、喔，好啊，早该做了，那结果我们都没做。哎，要六点哎、啊，休息喽。好啊，快点，一十五就休。没有，你那框怪怪的，框看起来怪怪的。他感觉很恶哎、欸。哦，超多下，翡翠。看我快饿死，我认真。快吃。我们真的成功到75吗？已经六点了。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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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已经七点了，插歪啊！不然它不好插、啊，快挂了。感受到非常疲倦。好啦，我知道。好啦，等下关台。哎呦，下面有很多门的声音，打他们。很多门的声音。梯子呢？没有梯子。啊！我快要死。快累死啦！那你别动啊，我还有十点半啦、啊。看，认真。你看，还叫我不动，怎么可能不动？狂嘟哎、欸！哈哈哈哈哈哈！好了。Go！ 后面解锁这个就回家了。
姐。你要去找朱家，快姐。哦。给他们钱。啊，反正现在先升级东西了啦。好。然后就去钓鱼。那我先关台。先回去躺着吧，现在来不及。反正白天不要做事，不然。好。先睡觉啊，白天再收台啊，什么事都不要做。先存东西。啊，你怎么把通通乱丢？对，你这样打屁屁哦。你这样我想要扣钱哦。要扣钱？好，我跟他们说一下，让他。啊哈。讲的好像我不用关台一样。好，夜袭。好啦，感谢今晚收看啊，今天就到这边了啊，之后就看麻子什么时候，因为他不一定下午有空啦，有空才会开心录，不没空就是啊，去第一台去睡觉。好啦，感谢各位，我光遇现在好了没啊？啊，好烦哦，任务没回到哎，想到就很烦。好啦，感谢各位，大家拜拜。